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下列哪一种仪器可用来加热液体啊？首先这一个是烧瓶啊，这个可以哦，你液体装在里面的话可以给它加热啊，哦，这可以了。啊，这个的话呢，这个是滴管的，滴管当然不行啊。哦，滴管的话，你是吸一些那个液体的话，哦，然后让它一挤的话，有液体的话一滴一滴滴下，比如说你滴定那个酸碱中和用的，哦，比如啦，哦，这个不能拿来烧啊，这不行，这个是漏斗。哦，比如说你要过滤一些东西的话，会用到漏斗，这不能拿来烧，量筒更不行了。可以拿来烧的话，是什么？是这个了，烧瓶。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A。